我们早上啊，也是跟昨天一样那同类型的故事啊，就是啊，同样呢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阿耨大全，也就是在那个阿耨达池那一个地方，那么就跟着一群比丘，那佛陀呢，他也是这样，哎。我说故事给你们听，其实佛陀的故事呢，都是他自己啊的过去式，过去式。像我们的说故事呢，我们只能说啊，我小时候啊，我几岁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讲到呢啊，我无量劫以前我做了什么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凡夫跟圣者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么佛陀的故事呢，他就讲了。他说我在很久很久以前呢、那么我同样的在这个王舍城的地方啊，那么在那里呢有一个他们有一个风俗民情，就像我们台湾一样啊，每到了七月啦，或者是八月半啦，一些呢比较这个全民认为比较重大的日子呢，就有举办那个大庆典。那么他们的庆典当中呢，习惯呢用那个摔跤的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日本那个最流行的相扑？有啊，这怎样吼？这个台湾话还是粤语啊，叫做魔性苦，对不对？不是啊。啊，就是那个拳击那个嘛，啊，哦，什么？啊，就是那个。那他们那个，你看那个，在无量劫以前呢，就有那一种玩法了啊。那么当时呢，就有两个，一个是婆罗门种姓的，一个是刹帝利种姓的。那么这个婆罗门种姓的两个人呢，他们两个啊。就签名要对打要对打呢，这个婆罗门的哈、他敢跳，他就私下呢去跟这个刹帝利种姓的说，哎，我们两个呢，我知道 我不是你的对手啊，那这样好吗？你放水，那么我给你多少钱？这个放水呢，不是说放到呢真的他输得很厉害，而是呢，不要输，不要差距那么多啊。那么这个婆罗，这个刹帝利种姓的呢，他就说：“好好，那就一言为定了。”哎，果真呢，开始在比赛的时候，这个两个本来已经呢，都内心里面知道嘛，都是那个好像在做戏一样嘛，啊。那么就到最后呢，这个刹帝利种姓啊，就故意输了，啊，那输了呢，哇，全场就拍手，然后就像我们看运动会啊那样的，哇，全场欢呼，那么国王也高兴，就重重的，两个人都分赏啊，给他们奖金，这样一次过去了，哎，可是呢。这个结束以后呢，这个婆罗门种姓的呢，却耍赖了，啊，就忘掉了，当成忘掉了，也没有这个没有报酬给对方。然后呢，又隔了一年啊，就明年还是这样，这个婆罗门种姓啊，他还是去跟这个刹帝利种姓，啊，又是同样啊，这个故事呢，又是同言，结果刹帝利种姓啊，哎，他也真的很老实啊，都相信。那么两个人呢，又开始演戏了，哎，到最后呢，哇，又是全场欢呼。那么国王又奖赏。那这样呢，连续了三年，连续了三次啊，连续了三次呢。结果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。也就是第四次了，那么他
他们 又是同样在那个大节日，哎，两个人又碰上了，又两个人对打，对打这个婆罗门总性的，他又去向这个刹帝利总性的讲，他说呢，啊，前面三次我都没有报酬给你，那么今天这一场比赛呢，啊，这个结束以后呢，我就一并的四次一并的报答你，这样。那么这个刹帝利总性呢，他就嘿嘿嘿嘿，那就干笑，也文章里面呢叫做干笑，干呐打球，啊，那么他说呢，我这一次不要你的报酬了，啊，那么大家就在这个比赛场呢相见吧，这样。但是他内心里面呢就想，我今天一定要让你在这个地球消失，这个婆罗门这个刹帝利种姓的，啊，结果两个开始对打了，一打以后呢根本就不是刹帝利种姓的对手，啊，一下子而已，他那个刹帝利种姓的呢，他一下子这个右手，啊，就把捏住了他的脖子，啊，一捏住，一手呢就抓住了在腰那个地方啊，就一抓，像咧准，像咧压甘蔗呢，啪一下个压掉，啊，就像折甘蔗，这样一折，他整个脊椎呢就断掉了，断掉了以后呢，当然就，整个人根本没有力道了，然后他就把它举起来，绕这个场啊，绕三圈，那个在比赛的场都举得高高的，有没有？他绕三圈以后呢，就这样的，砰，就把他一摔，那一个人就当场死亡。结果全场的观众呢，哇，大家又起来欢呼，啊，拍手欢呼，啊，那国王呢，就马上重赏这个刹帝利种姓10万金。啊，10万的金钱，当然那个时候的这个跟现在啊差距什么，我们不知道。总之呢，就得到了重重的奖赏嘛。这样，你看在这个地方啊，啊，我们就要想到了，这个众生啊，既愚痴又可怜可悲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个人被高高的这样一摔。啊，他即使没有死，你想身体上呢可能有什么跌伤，可是你脑部是碰不得的，所以呢，这种一摔呢，这个人呢不是死就是残废了，啊，但是大家呢还在那里皆大欢喜，有没有？这个如果说从我们戒律来讲呢，这个就是啊。当时他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一摔一定是死掉了，如果知道了，那就见死随喜了，他们就造了见死随喜的罪了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也，他讲到这里，他就说，舍利弗啊，你知道当时那个婆罗门种姓是谁啊？他就是啊菩提达多啊，菩提达多很会耍赖嘛，哈，啊，菩提达，提婆，啊，提婆达多，对对对，他说这个就是提婆达多。那么那一个刹帝利种姓的，就是我，啊，那我因为那一次的罪过了，当然了，也是啊，堕了地狱啊，好几千年，好几千年，然后又。恶鬼啊，畜生啊，这样的一直，啊，从重中轻这样的轻报，到了今生，你看我已经今生成佛了，可是呢，我还是腰酸背痛，啊，那种在那讲转折，有没有？又让人家致命，这个致命就堕三恶道了。啊，你讲转折，你今生呢，啊，到现在不知道有多久了，他就感到腰酸背痛。所以呢，这也是佛陀告诉我们说呢，啊，一定要非常谨慎业的造作，
那么要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